IP《江湖少年行》将与国际知名影视公司环球影视合作，这是环球在国内影视行业抛出的第一根橄榄枝。下面有请媒体提问。小然姐，你是乐盟影业的金牌制作人，这次又作为超级 IP《江湖少年行》的总制片人，请问有没有信心签下环球达成合作？有压力，但更有动力。打造完美的作品从来都是乐盟的使命，我们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。小然姐，您最近和赖总好事频频，是不是婚期将近啊？除《江湖少年行》之外的任何问题，我概不回复。我们这次提出的条件和环球有冲突，他们的立场又很坚定，不知道这次毕总能不能拿下。毕小然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。但愿吧。环球的人到了吗？已经在路上了，十分钟之后到公司。乐盟能否借船出海，超越国内其他平台，全靠江湖少年行。这是我们第三次坐在这里了，我希望这次会有好的结果。环球也一直很期待和乐盟合作，毕总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制片人，您给出的合作方案我们非常满意。出了一点，江湖少年行的制作权必须给环球。《江湖少年行》描写的背景是中国古代，主要受众也是我国国民，如果交给环球制作，难免会水土不服。中西文化碰撞，说不定能够产生更奇妙的效果，不是吗，毕总？市场是属于敢冒险的人。我不是不敢冒险，而是对乐盟的能力，对我们的文化有着绝对的自信。成功的合作，首先需要相信伙伴。环球为了跟乐盟合作，屡屡退让，毕总却连一个制作权都不愿意松口。赖总，这就是你们乐盟的合作态度吗？既然小然是江湖少年行的总制片人，那么他的态度就是乐盟的态度。都安排好了吧？放心吧，都安排好了。Boss。如果没考虑清楚，可以回去再商量一下。毕总，我认为贵公司可能需要慎重的考虑一下，我们也回去商量一下。等一下，合同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合同里的小错误需要提醒你们一下，第八页第九行百分号写成了千分号。如果我刚才有意为之，乐盟大可以放弃制作权，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利益。这点漏洞换作乐盟之外的其他任何平台都有可能趁虚而入，只不过乐盟不只看钱，更看重作品。明天见，毕总。明天见。您这边请。小然姐成功拿下环球，不愧是金牌制作人，小然姐威武。你是乐盟的福星啊！先别高兴得太早，明天才正式签署合同，大家都不要松懈。是是。江黎黎，下来。我叫江黎黎，有个面瘫的双胞胎姐姐毕小然，她跟我爸姓，我跟我妈姓，生来就是冠军收割机。从小到大，她是第一，我是倒数第一。
我们长得一样，性格却截然相反。小蝴蝶这么可爱，你怎么能踩死它？你看，长大以后我们都进了娱乐圈，他是赫赫有名的金牌制片人，男朋友还是首屈一指的乐檬视频总裁赖正一，而我则是吃瓜群众的眼睛。没错，我就是令群星闻风丧胆、大名鼎鼎的娱圈纪检委，深度揭秘娱乐圈的真相。无聊至极，我没时间陪你玩。姐，你今天是不是要跟环球签合同？你让我拍几张照片呗，我不会影响你们的。姐，给我。不给，我不给。给我。三，二，一。啊，好，给你，给你。回家。啊，这脾气这么差，除了长得一样以外，哪像一个妈生的？不像我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出了点状况，他现在来不了。接下来我还有重要的行程。毕总要是今天不来了，我们改天再签吧。丹尼斯，你好，我是乐檬的行政总监。小然没来，那我们还有孙希呢。孙希是我们的老制片人。你好，论资历，毕小然还得叫他一声前辈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不会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。哼，环球愿意和乐檬签约，一方面是看中了乐檬在国内的影响力，另一方面是看中了毕总卓越的个人能力。我们选择的不仅是乐檬，也是毕小然。江湖少年行只有在他手里，我们才能放心。这个你可以完全放心，我们乐檬一定会遵守合约，将项目交给毕小然。我们可以先把合同签了，尽快推进项目。毕总今天有事儿，我们还是改天再见吧。别改天了，盯着环球的可不只有乐梦，就让孙希先踢了毕小然，赶紧把合同拿下来。哎，毕总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路上有点耽搁了。没事，对不起，就等你签约呢。哦，签吧。合作愉快，我送你。拜拜。赖正，赖总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请李丽。我姐都是因为我才被撞成这样的。而且他昏迷之前还一直喊着合同，他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这么多，不能因为我就功亏一篑了，所以我们俩就出此下策，假扮他签了合同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的确是最稳妥的办法。对，你也别太自责了，医生都说了，小然姐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不是，那他到底啥时候能醒过来啊？小然姐要根据自身的情况，也许两天，也许很久。肇事者找到了吗？那车牌号挡得死死的，都看不见。肇事司机还戴了个头盔，那条路上连监控都没有。这件事情有蹊跷，我会让萧何协助警方去调查的。
嗯，一定得查。环球和乐盟的合作刚刚开始，毕小然又是负责人，绝对不能出事。我之后会把他转到我的私人疗养院进行治疗，直到他醒过来。那就谢谢赖总。在此期间，需要有人继续假扮毕小然。 我扮演毕小然，你是不二人选。嗯，不行不行，我扮演一次就行了。那长期作战肯定会露馅穿帮的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工作上面的事情我会帮你的。毕小然为了江湖少年行努力了三年，我不想让他醒过来，发现一切都是竹篮打水，一场空。 想问什么？嗯，我跟我姐从来都没在公开场合露面过，除了我家里人以外，一般人都不知道她有双胞胎妹妹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姐之前提过一次。也对，你们是情侣。这么说来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我姐夫呢。姐夫好。我们是假扮情侣。假扮的？你姐没跟你说过吗？ 小然，我姐腰这么细的，她平时都不吃饭的吗？嘿，小然姐早，Lulu boom， 哎，对不起，小然姐，对不起。 对不起，我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毕小然，跟我来一趟。赖总有何吩咐？ 现在是毕小然，不是江离离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大家眼里面，一定注意。我懂，要凶一点，对吧？过来。这些人都是你的组员，夏山、凤双双、周凯文、孙雪。接下来他们会和你相处很久。 你要尽快的记住他。放心，我是行走的人脸识别器，记人准。嗯。赖总，小然姐，双双，你这个口红颜色很漂亮，我喜欢。小然姐，这还是你第一次不带姓的叫我呢。啊？什么事儿？哦。 青妍姐，她来了，说要见赖总。任青妍，好，早点交过去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。啊，是那个任青妍吗？我是她的颜粉，你让我见见本人。你让我见见呗，我就看一眼。江离离，我再也不说话了。既然你想见她，那你就和她谈。 我和他谈什么？任青妍来公司肯定是为了《江湖少年行》的女主，你去应付她。嗯，可以，我去，包在我身上。
人设。这下周都要拍了，这合同怎么还没合？我尽快。你们怎么办事的？小然姐好。真晦气，一大早就碰见一个跟风狗，这场面每个月都要来一次吧。上个月撞衫，小然姐直接逼得任青言换了衣服。哎，还有上上个月，小然姐一杯咖啡就终结了那件衣服的生命了。那这个月又会怎么样呢？莹烛之光哪能与皓月争辉？这件衣服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，我不配。小然姐不会疯了吧？我觉得没这么简单，他应该在拍一出大戏。我找的是正一，他人呢？赖总有事儿，有什么事儿可以问我。江湖少年行已经开启了，各大营销号把能出演的女明星都拿出来溜了一遍，也不知道我们公司有没有明确的人选。具体的人还没定，但是那个名单里啊有。毕总慎言。赖总好。江湖少年行的相关信息不能随便透露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行承担。哦，对不起啊。没事的，我爸是乐盟的股东，我难道还算外人吗？任总，这是接管公司的行政工作，其他的事情当然要避嫌。正一，为了庆祝乐盟拿下与环球的合作，我爸晚上设了庆功宴，你一定要来哦。好，晚上见。我说你有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，自己心里清楚点好吗？谨言慎行。哦，没关系，第一次当制片人，难免会出差错，下不为例就好了。我保证下不为例。任总，我提一个，然然，第一杯我先敬你，你的 hard work。大家有目共睹 ，Congratulation！ 祝贺你拿下环球，谢谢。我干了，大家一起吧。好，好，来。正一啊，《江湖少年行》的演员该定了吧？我们家青言最近有档期，刚好可以安排上。是啊，青言是自家人，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。现在青言几部戏全是女一号。什么庆功宴啊？原来是为了贿赂赖正一讨要角色的。大家好不容易出来放松一下，谈工作多扫兴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小然，这段时间你工作辛苦了，我敬你。我不太能喝了。小然说笑呢，谁不知道他是酒桌杀手啊？来嘛，给个面子。那就把这点喝了。好。好事成双嘛，再敬你一杯。喝了这杯呢，咱俩之前的那些误会就烟消云散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来嘛，别倒太多，我真喝不了这些。别。哎呀，小然。怎么回事？我想给他倒酒，但他一直躲着，我就倒到他身上了。没事没事，小然，不好意思，我去卫生间洗一洗。小言，别愣着呀，你们俩喝一个。正一，哎，正一，来，我敬你，陪一个啊，哎。小然姐，你谁啊？天佑啊，上次一起参加活动的。哦，姐，上次跟你说的那个《江湖少年行》，给留个位置吧。哎，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。
姐，不就是定个眼缘吗？一句话的事儿。不是，啊、你别。姐。动我的女人，赖总，是你自己了断，还是我帮你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以后方圆十里，不要再让我见到你。啊，滚！女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江丽丽。江黎黎，滚！哦，对不起啊，失态了。人呢？走了。嗯，滚。虽然我们是假扮情侣，但一举一动都会被媒体放大。像今天这样的事情，以后不要再发生了。我知道了。妈呀！我的脑洞怎么说开就开的？江黎黎，你得克制，克制。明天照片全网发，热搜挂一天。哎，你说，今天晚上宴会是私人行程，这个李天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？听说他一直想见毕小然，我出于好意，顺手帮了他一下而已。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啊，你说，你做这么多到底为什么呀？你又没谈过恋爱，你懂什么？你，我走了，你自己玩吧。黎黎，江黎黎，喂。你等一下，女方出轨，男方出柜，这不是昨天的那个李天佑吗？赖总，近日有路人拍到明星老板赖正一和其助理萧何疑似在车上拥吻，这怎么会？走走，我应该没迟到。记者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没有，我从后面来的，没记者。你还笑得出来？当初让你们交往是为了提高公司热度，现在倒好，竟给公司抹黑，负面影响太大了，股票都掉价了。对，掉价了，掉价了。你们 represent 公司就算是各玩各的，那也得 take care。你现在弄成这样，谁脸上都闹吐的。不，没有不闹吐，我跟李天佑是误会，我们俩可以一起站出来澄清。你是第一天混娱乐圈吗？澄清有用吗？只会越抹越黑。姐，
姐，陈总，您太客气了，您辈分比我靠前，不用叫我姐。掩饰就是掩饰，掩饰就是事实，你懂不懂啊？我有办法了，咱们先把这个热搜撤下去，再拱点别的新闻把它盖了。可是你这么说，不就相当于默认了吗？那这样吧，我们同居。赖总，三思啊！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随机应变。不行。各位觉得呢？赖总英明，希望那些负面影响能够得以消除。不合适。Very nice， 就这么做。哎，不，陈总有话说，您也觉得不妥是吧？那咱们再想别的办法。哎，不能太好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是啊。嗯，对嘛。同居的消息放出去，知道的人越多越好。合着你做这么多，就是为了把人家小姑娘拐回家啊？我这不叫拐，我也是情非得已。切，别。古有花木兰，替父从军；现有包妹，替姐同居。这什么世道啊！这是。啊，你就当住宿舍，宿舍，宿舍哪有男女混住的？嗯，姐，哎，以前觉得你是天之骄子，女娲的宠儿，粉丝成群，名利双双，可如今看，这毕小然可真不是好当的，太难了。我这才刚刚几天呢，我就要轮到跟人同居的地步了，姐。姐姐因为我才变成这样，我却连为姐姐承担风险的勇气都没有。江离离，你这个懦夫！姐，你放心，你拼命走到今天获得的东西，我尽全力都给你守护住了。不就是同居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赖总，我来了。想通了？为了我姐，我义不容辞。笑一个。笑。这个角度不错，来，快去拍几张。摆拍，我懂。演戏也太到位了吧！得得得，那我就牺牲一下。我这大新闻呢？我懂，我都懂。干什么？我说的是你，脸上沾头发了。啊！不用拘束，当自己家一样。啊！我要是什么时候能有这样一套房子，做梦都能笑醒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里也可以是你家，我不介意户口本上多一个人。啊，户口？我开玩笑的，你别紧张。哦。今后我们像朋友一样相处，你的房间在二楼，我的房间在三楼，互不干涉。如果你实在介意的话，那我以后尽量减少在公共区域的活动。不介意，这是你家，我哪能限制你的活动？你随便。我帮你把箱子搬上去了。不用了。没关系。不用了。没关系。
至尊柔情之总裁的深度撩爱，总裁撩人套路深，不是总裁的心尖蠢，没有没有，总裁的娇妻，不是。牵着你的手，不用回头，月光里的满是温柔，盛开的花是你，温暖了我的世界。